拍摄过程大家互动都是良好的，良好当然了，良好，很良好，很良好。那你有喝到奶茶吗？我有喝啊。你有喝奶茶？而且不像，明明就有卖，为什么他写错啦？他乱写。你有卖。好啊，没有问题啊，而且都很顺利啊。那么的热的一个地方，很热，没有温差很大，温差很大。白天跟晚上很冷，然后有中午的时候就很热，这样其实都还蛮好玩的，蛮顺利，很顺利啊。对，有在那边就吃什么年夜饭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？有，我们就是最后一天，也不是最后一天。就是除夕夜那一天有整个剧组，然后我们的厨师是中菜师傅，然后就特别帮我们弄了年夜饭。哦，对，虽然在纽西兰，对，可是感觉很好。吃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习惯。对，因为也很多中菜那边。那有传讯息给就是住家人或者是？有都有，因为有时差嘛，对，所以就是。还是 OK， 拍摄过程大家互动都是良好的，良好当然了，良好，很良好，很良好。那你会聊一些什么东西，还是都不聊天，不看对方？没有，有聊。你们不要捕风捉影啊！昨天有人传给我，昨天怎么了？因为大家都说就是体的状态都非常好，很像大学生，大家以为你大学生，颜值超高。对，来，不要钱，就都还蛮好玩的。到时候那个节目出来，不就是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有喝到奶茶吗？我有喝啊。你有喝奶茶？而且不像，明明就有卖，为什么他写错啦？他乱写。有卖。有啊，有卖有卖。不要写了，我们现在聊还钱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个吉祥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